级汽车。寻找大怪兽。你呢？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。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嘟嘟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？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了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怪兽怪兽躲在哪？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。哦，发现大脚印。地上脚印一块半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走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怪兽怪兽躲在哪？开雷达滴滴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。哦，发现大脑袋。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。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大叔。怪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。猪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，它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！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。妮娜看起来好凶哦。好可怕。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。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出车去破坏他们的友情。友情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我要把你撞扁。看我的。
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。啊？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哦，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啊，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啊，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嗯，放心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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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伤心的美食车。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好好吃呀！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！啦啦啦，好开心呀！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哼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，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？免费？我要一个。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边在卖什么呀？阿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很想哭。等一下！
里面装着蛋糕哟。啊，有情况！梅乐福克辛虎，不好了！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。啊，克辛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哼，他太过分了。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嗯，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纳米，跳跳出租车米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哇哇哦，不要哭不要哭，哇哇哦，放轻松放轻松，美食多又多，哦哦，心情不再难过，音乐响起，我们一起跳舞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喽！啦啦啦，大声唱出来！哦哦，跳跳跳，高高跳起来！摇啊摇，跟我来摇摆！笑呀笑，一起哈哈笑！超级汽车在身边。食物就会变得很伤心哦。哼，伤心美食车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快走吧。快走快走快走。毛毛怪来捣乱。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！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乐虎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呵呵呵，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毛毛怪来到地球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小心小心毛毛怪，好可爱，变过来毛弹都乱发出飞，危险危险快躲开，救救我。姐妹们该我们行动了，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弹毛弹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毛毛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毛弹毛弹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干净。我还有很多毛毛弹，继续攻击。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太好了！工程车技能大赛。哦，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。哦，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嗯，库宝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哼，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啊，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。请你说一说，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？这个，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。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嗯，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。我们也要升级。啊，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好吧好吧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屈才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
谁的本领强，我们比一比。冠军就是我，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科马胜出。第二局，比赛搬运。谁的本领强，我们比一比。冠军就是我，大力士吊车，大钩子有力气，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。呵呵，第三局，比赛搅拌水泥。谁的本领强，我们比一比。冠军就是我，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瑞博获胜。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，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，谁才是第一。大吊车，我赢了。挖掘机，是我吗？还有搅拌车。合作最无敌。什么？合作最无敌？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。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。积木围城。糟了，要迟到了。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班班，小心前面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哦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嘿嘿嘿，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。后进车滴滴呜，雷达这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积木积木全清理，汽车汽车快通行。走，去抓积木车。好，积木积木变样。
甲片围墙变出来，长长手臂哐哐哐，积木全倒下。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们小心太慢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导弹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，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好、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，我们也来帮忙。八爪虫虫车，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嗯，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嗯，好紧啊！成功！八爪虫虫车出发！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哎呀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快快呼叫指挥中心！不好了不好了！怎么了妮娜？有一辆颜色很漂亮、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讲重点。哦，它会吐丝，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象色突突车，妮娜。破件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，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。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。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它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弹弹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上跳一跳，轻松跳很高。去哪了？找到了！转转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
方，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看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别想跑，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虫虫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妮娜。曼多多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路障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让开。嘿，雪峰，快停下。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，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。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去吧。谢谢你，雷克警长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，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再叫上酷宝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乱走走，乱走走，城市到处乱走走，超级汽车现在出发，去解决麻烦。我被困住，我们被堵住了。大大铲子举起，路障路障千千里。雷达雷达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！我来帮你。雷达雷达开启，无敌无找到你。铲子回来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。超级汽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，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，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，追呀追追呀追，推呀推推呀推，一张大网紧紧抓住你。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这样做才对嘛。
最强组合。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。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佩勒虎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虎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嗯，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。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库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警车滴滴呜滴滴呜，加速追击冲冲冲冲冲冲，我的大王能抓捕，瞄准目标，咻，发射，瞄准车头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我是正义的警车，勇敢战斗。大意了，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，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，我要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，砰，攻击！哼，看看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。向前冲，冲啊冲！挖掘机呀，挖石头，挖啊挖！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。嘿，加油！警车，警车，发射大网！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！警车，警车，绝不放弃！挖掘机呀！最强一击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超级汽车会胜利。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哼，你当然会失败，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。